防弹服一转弯直接过来，我们就要开枪打。年虎哺乳会出现很多不确定的因素。谱系记录准确了之后，你就知道哪一些个体之间它是不能够进行交配的。我也很期望这个团呢，能真正的能做到放平地上，能让它在大森林里面自由的奔跑。